提倡推行三教的教育，中国才能够长治久安呐、啊。这个民族绵延到今天，没有被时代淘汰掉啊。原因在此地，但是儒释道三家的典籍都有相当的难度。现在这个东西摆在面前呢，印刷术发达了，得来不难了、啊、但是你展开书本呢，看不懂，头一个文字成了障碍了，全是文言文写的，现代人不学文言文，你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他了，他没有用啊，他不能读啊。啊，尤其是近代这一个世纪，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被疏忽了，不重视了，现在完全是走向功利。儿童从小教他什么？竞争，好像不竞争人就活不下去的样子啊！要想活下去啊，一定要有争。孟夫子说得好，上下交争利而过为义啊。注意想想，一个家庭，家庭妻子儿女父子兄弟要彼此互相竞争，这个家还成一个家吗？就不成为一个家了。一个锅啊，上下都来竞争，这个社会还会安宁吗？今天麻烦在哪？全世界都在竞争，你说这怎么办？不择手段的竞争啊，所以北朝鲜的山神说啊，天上不安全呢、啊、这地上不能住啊。那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啊。啊，我们三教儒释道三教没有叫人争。啊，三教典籍里头都没有。只教人呢、啊、谦虚忍让。没有叫人竞争的，所以今天三教典籍拿出去，人家说你这落伍了，你这不适合潮流了。所以现代人，你给他讲真妄，给他讲邪正，跟他讲是非，他听不懂。不是不能接受，他不能懂啊，那怎么办啊？所以今天的道长，我跟大家谈几句话呢，我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不懂了，现在我们如何来劝导一些大众？只有从利害上下手啊，也许他还能听得进去啊，你怎样去做对你有利，怎么样去做对你有害，大概这个还可以听得进去。所以印光大师不用佛经
用儒家的了凡四训，用道教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应知文，了凡四训讲因果，应知文跟感应篇讲厉害啊。也许人还能听得进去，听了之后还有一点警觉性，所以印祖一生大力提倡这三个小册子。一生当中全心全力的在弘扬，我们知道他用意之所在啊。对现前众生的根性，不但在中国弘扬这个有效果，在全世界弘扬都能收到相当的效果。我们也要能观机啊，一定要发大心，帮助这个世界苦难众生。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会不会耽误你的大慈悲心呢？给诸位说，决定不耽误，而且可以成就你的愿心。如果你要不发心往生极乐世界，那个问题就严重了。为什么呢？你不免轮回啊，我们是凡夫啊，不是佛菩萨再来的啊。凡夫轮回是受业力主宰的，你这一投胎，前世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前世发的愿，可能一投胎的时候，那个愿你就发不出来了，你就迷惑颠倒了，你还能记得前世的愿吗？靠不住了，那怎么办？决定要往生净土，你有这个愿没有关系。到了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你跟阿弥陀佛说：“我的愿想回去度了些苦难众生，啊，行不行？”阿弥陀佛一定叫你，你快去，快去。你跟阿弥陀佛见了一面呢，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你呀，你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不会迷失你的本因。这才是好办法，这一愿就是为这些人说的啊，除其本愿，这个本愿就是他有愿要度化众生，为众生苦。披红饰铠啊，这个铠是比喻你自己有帮助众生这个愿心啊，这是好事情，非常非常难得啊！教化一切有情，借发信心啊。那么这个地方把这个教化众生呢，目的为我们说出来了，你是真的在帮助众生，你的目标非常纯正啊。第一个目标就是第一个阶段是要劝众生发信心啊，这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他已经发了信心了，
要帮助他修菩提心。他已经修菩提心了，再要帮助他修普贤道，三个阶段呐。这一愿也在这里教我们呐。我们今天发现，无论是在家出家同修，今年下半年我们培训班的第五届要开班了，第五届我们是跟中国佛学来共同啊来办这个班，新加坡办一个班，在中国可能也要办一个班，四众同修都收啊，出家在家都收，只要真正发心出来学讲经，这讲经的人太少了，希望大家真正发心来学讲经。可是发心学讲经，还得要发心真正修净土。我们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以发心啊！我来生还要来做法师。这个心不是不好，怕的是你做不到啊。一定要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见个面，拜阿弥陀佛做老师，然后你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决定得弥陀本愿加持，你不会迷失自己。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走一趟啊，决定迷失自己，那个麻烦就大了，后悔莫及呀！教化众生啊，我们一般讲度众生，先要自度啊，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要说能度众生呢？这是佛经上常讲的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一定是先度自己啊，度自己从哪里度起呢？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啊说的太多太多了，大家千万要记住啊，这个话说一万遍说十万遍都不算多啊。为什么呢？你没有落实吗？从放下自私自利做起啊，从这做起啊。如果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自己就不能得度，自己不能得度啊！要想度别人，确实是做不到的。首先自己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转过来，一切为利益众生，为利益社会。起心动念呢，为众生为社会，绝不为自己，我们才能成就啊。有一念为自己就错了了。你看修行的人有多少，不要说现前，自古以来能不能成就的观念啊，关键呢就在此地。
能够放下自私自利的人啊，多半都成就了。凡是不能成就的人，自私的念头没断呐。这个东西要从根上断。前一个星期，我们在这儿讲经，我特别邀请许哲居士到这个台上来给你们大家见面，101岁，他有什么长处呢？跟我们有什么不相同的地方呢？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他没有私心，他没有我，一般人念念都为我啊，他没有为我，他念念为众生，我们跟他交谈，去访问他，他只有一个念头，念一切苦难的众生，病苦的众生，年老的众生，无依无靠的众生，他天天念着，他把他自己完全忘掉了，全心全力为社会这些苦难的人服务，101岁了，还天天去帮人家忙，他没有休息。所以你问他多大，他说我才101岁啊。他的话很可爱啊，他才101岁。所以我们被什么害了？被自私自利害了，害得太深了，害得太苦了。能把这个念头上一转，这是从根本上转过来了，以后菩提道上障难自然就少了。可以说逐渐呢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教化别人，先要把自己教好。自己先要有一个变化，教是事，化是借口，教学在变化气质，这是过去儒家所讲的。佛法呢，教学结果要变化观念呐，不只是气质，要变化观念，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化反为圣。先从自己做起，那么帮助别人，佛在此地给我们讲了3个目标了。第一个阶段，现代社会一般人普遍不信圣贤人的教诲，如何能叫他相信？这是我们现前必须要研究的，必须要认真去做的。
怎样帮助他建立信心，一定要从利害上去教导，要从因果上去教化。印光大师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们审查心情、世界环境啊，今天由于科技发达，交通便捷，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家了啊！有很多人讲啊，地球村呐、啊，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啊。距离近了，人与人之间交往非常密切了，于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文化，这一交流总免不了啊有矛盾的地方，有误会的地方，有冲突的地方，这是利害当前。这是我们现前众生的根基，我们把它看清楚了，观机说法。那现在要说什么法呢？现在说法说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是不是佛法呢？是佛法。你看看大小乘经论，哪一部经典里面不是讲多元文化的？尤其是华严经，华严经的境界它的范围是净虚空变法界，里面所说到的是一切诸佛刹土，不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了，无量无边诸佛世界，这个里面的族类繁多不可思议，没有法子计算的，种种不同，他们都在这个法界之中，他们能和睦相处，能平等对待，能互相尊重，互助合作，这是我们应当学的，这是《大方广佛华严》，而《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总结，是《华严经》的精华。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教学范围要扩大了。过去我们建个道场，寺院庵堂。寺院庵堂的意思好啊，可是人不懂。人家看到这个字样，会产生误会，这是迷信。这是佛教，是宗教，这是迷信。于是教化一切有情，这个目的就受了严重的障碍了。信仰其他宗教，他就不会进来。
那不同的族类他也不会进来。所以现在我们建道场不能用这个名称。前几个星期马来西亚丹斯里李居士派了一个考察团，有几位同修到新加坡来详细考察，来看居士林，来看净宗学会，他要在马来西亚建个道场，模仿这边的形式建个大道场。我给他建议，道场名称呢，最好改用一个多元文化中心。我听说他接纳了，这是大道场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普度一切众生，不分国土，不分宗教，不分族群，平等得度。我们要教一切众生皆发信心，学佛的人要信佛，信仰基督天主的呢，一定要信上帝，穆斯林一定要信安娜，叫你皆发信心呐，然后告诉你，诸佛如来、众神跟上帝是一个人呐。在我这边叫佛，在你那边叫上帝，名字不一样，一个人呐。一个智慧，一个爱心，教学奠定在这个基础上。这有没有违背佛教呢？没有违背。佛在经上常常跟我们讲，诸佛如来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你喜欢上帝，他就现上帝身；你喜欢安娜，他就现安娜身。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我们懂啊，他们现在不，我们把这个道理细细给他讲讲，他就懂了吗？说法要圆融啊，要合谱啊，要讲的合情合理合法。我们并不是统一族群、统一宗教，不是，那错了。那就是把多元变成一元的，这是决定错误。依旧是多元。依旧尊重，不但尊重，而且帮助他发扬光大，但是到最后呢，同一个智慧，同一个爱心，我们从这里建立信心华藏世界那么多不同的族类都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我们这个地球上
人不多啊，才不过六七十亿人呢，为什么不能够相亲相爱？为什么不能够平等和睦？问题在有没有人去教他？教育就太重要，太重要了。啊，我们今天跟不同的族群接触，不同的宗教接触，我们特别重视教育。啊，宗教的仪式各个不相同，但是它的教理是相同的。啊，只是在教相教法上有差别，教理是相同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爱世人啊，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佛菩萨一切慈悲也，这个目的是相同的，都希望一切众生能够过安定幸福美满的生活啊，都希望一切众生成就真实智慧啊，成就殊胜的功德，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这个目的完全相同。今天我们要帮助社会大众啊，建立这样的信心。然后再从这个信心里面将佛教的经典由浅而深的介绍给他们，目的何在呢？帮助他开智慧。佛教不是宗教啊，这首先要让他认识的，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教育啊，佛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一定要让他认知啊，信心建立之后啊，劝导他修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呢？智慧的生活啊，今天我们讲的是圆满智慧，高度艺术落实在生活当中啊。世间人所讲的真善美慧的人生，真善美慧的生活，这是菩提心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了六个原则，这大家所熟知的菩萨六波罗蜜啊，第一条布施啊，布施是什么意思呢？用现代人的话来讲，服务啊。你看现在有很多人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佛家讲布施两个字，布施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
你看我们看到许多这个聚会啊，我们宗教的聚会啊，新年我们办这个温馨晚会啊，义工1500多人，这1500多人修布施波罗蜜啊，他来做义工啊，为大家服务啊，服务啊，用我们的体力，用我们的智慧啊，这叫内财布施啊，出钱的那是外财布施啊，出力的内财布施啊，比外财布施还要殊胜啊。啊，持戒是什么意思呢？持戒是守法了，一切要守规矩啊。所以在大会当中几千人的聚会啊，你依照规矩去做啊，听从指挥，有条不紊啊，守纪律，守规矩，这叫持戒。忍辱是讲耐心的，啊，很有耐心，啊，有礼貌，啊，谦虚，啊，能够让服务的对象对你有好感，啊，对你能生欢喜心，能生信任心，忍辱啊。仅仅是求进步，决定不以现实为满足，不断要求进步。所以我们的大会结束之后要开检讨会，一项一项来检讨我们有哪些缺失，有哪些做得不够圆满，下一次如何来改进，通通都列入记录啊。禅定波罗蜜是内心有主宰，我们有方向，有目标，决定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波罗蜜是对于眼前一切事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菩提心，全都落实在生活当中啊，生活里头点点滴滴都具足六波罗蜜。我们一定要懂六波罗蜜是我们的生活，穿衣吃饭都没有离开啊。它非常实用啊，不是空谈，学了之后啊立刻就用得上，能够应用的你立刻就得好处。所以不懂、不搞清楚、不搞明白，你就没办法落实。佛在经典里面字字句句都是说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很可惜我们都在这个文字里面呢被它障住了，没有法子懂得它的意思啊。开经偈上愿解如来真实义，这谈何容易啊。
啊，人与人之接触，啊，我们做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决定不能够避免的，啊，人与人当中这往来，应该怎么样往来？啊，佛教给我们，可惜我们没有懂，没有能够做到。啊，佛教给我们什么呢？佛教给我们叫四摄法了。啊，四摄法就是教给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怎样跟别人往来。第一个是布施。啊，布施怎么讲法呢？我在澳洲，澳洲同学问我。啊，四摄法布施是怎么说法？我给他讲啊，多请客，多送礼，就是布施嘛。啊，我常常请你，常常送点小礼物给你，这是说头一个嘛，这交情就好了嘛，礼多人不怪嘛。那这人与人之间交际是头一个方法了，佛教给我们了。啊，第二个爱语，常常关心他。啊，言语当中问候关怀，叫爱语啊。啊，并不是说些好听的话，不是的，关怀的话。啊，照顾的话，问候的话，啊，你这个朋友就不会失去了。啊，第三个利心，啊，我所做的一切，对于他都是有利益的。啊，他自自然然呢，就把你当作知心的朋友看待了吧。要落实才行啊。第四个是同事，共同在一起生活，共同在一起学习，这叫同事啊。志同道合，释迦牟尼佛一生处世待人接物就是这四个纲领啊。他教我们，我们也会念啊，也会记得，不会做。那为什么不会做呢？意思没有搞通啊。你们看到布施啊，一定是拿钱去捐给别人，不是这个意思啊。啊，是我讲的是，所以这布施在哪个地方有哪个讲法，啊，在四摄法里的那就是多请客，多送礼。那同样是两个字，在哪一个科目里头有哪一种的不同解释？啊，这个我们要懂，啊，不能是同一个解释，同一个解释，那那么多项目里头就讲不通了。今天我桌上啊，这个妙业居士有一个纸条在此地，啊，他告诉我，居士里4月9号上午9点到下午3点，在5楼讲堂，就是在此地举行捐血运动。这是属于内财布施，也是请客嘛，对不对？用我们的血去请别人嘛。
就供养别人嘛，也是请客嘛。啊，希望大家呢踊跃参加。啊，报名呢在三楼议政处，啊，可以在那边报名。啊，那么这个捐血大概还要验血型。还要看你的体质，啊，要身体很好，没有疾病，啊，这个血才可以呀供给别人，啊，这是一桩好事，内财布施，啊，都是属于菩提心。菩提心能做到啊，再往上提升呢，就普贤行了。啊，叫普贤道了。啊，普贤行跟菩提行差别在哪里呢？四相上没有差别，用心不一样。啊，菩提行里面虽然是能够啊。把这个基本的观念啊，自私自利的观念转过来了，啊，这一转过来就是转凡成圣了，你就不是凡人了，啊，凡人哪一个不为自己呢？啊，菩萨不为自己，可是普贤行呢，不但不为自己。他自己跟一切众生合成一体了，这叫普贤行。啊，你有这个观念呢，这叫普贤行。普贤行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啊，所以普贤称为大行呢，普贤行是佛行的。这个行门是最高的，没有比这个更高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这是我们在本经头一句经文就念到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现在不能修普贤行没关系，只要修菩萨行。就能往生啊！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方便有余土。如果修普贤行呢，那生到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啊，这就不一样。真正有志的同修。应当在先前争取往生十报土，那一定要学普贤行。普贤菩萨的誓愿，念念行行都与十愿相应，这叫做普贤行。啊，譬如我们在菩萨行里面讲的这个六度，啊，布施，布施与普贤十愿相应，愿愿都相应。普贤第一愿，礼敬诸佛。菩提行里面第一个六波罗蜜叫布施，普贤行不叫布施了，普贤行叫供养。啊，你看看我修布施供养的时候，有礼敬。
真诚恭敬心来供养啊。4月9号上午9点钟，诸位要在此地捐学，要以真诚恭敬心来捐的学，你这叫普贤行了，比菩萨行高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一般菩萨这个为一切众生服务的时候，恭敬心没有达到基础，普贤行是恭敬心达到基础的，如同恭敬阿弥陀佛，如同恭敬诸佛如来一样的恭敬心对一切众生，这叫礼敬诸佛啊，用恭敬心来修啊。称赞心来修，决定没有疑虑，决定没有细问，决定没有回报，称赞如来啊，广修供养啊，内财外财没有分别，没有私心啊，见到众生有需要有必要的，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帮助他。广修供养啊，忏除业障啊，也自然包括在其中。啊，我们哪些业障？过去悭贪的业障。啊，从广修供养里面呢。忏除了傲慢的业障，从礼敬诸佛里面忏除了一切嫉妒回报，从称赞如来里面忏除了，往后句句里头都忏除了，随喜功德专门对治嫉妒障碍的嫉妒障碍从随喜功德里忏除了轻转法轮过去生中无知处处障碍弘法了障碍别人的善思从你看从勤转法轮的时候这忏除了勤佛住世过去生中总怕别人高过我总怕我的地位被别人夺去了我们从勤佛住世把这个业障铲除了所以诸位要想的句句十句里头句句都是铲除业障如果说礼敬呢句句都是礼敬称赞呢句句都是称赞十句每一句都包含后面的9句华严称为圆满的教学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了经上常讲一解释多多解释一一多不二任何一门决定具足一切法这叫普贤行这叫普贤道啊
这是佛法教学达到究竟圆满的水平了。你看佛在这里教我们，你要真正发愿啊，为一切众生啊，教化一切众生，你不要忘记这三个目标。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取啊！啊，这样子，不管你到哪个世界去受生，哪个地方有缘，你就到哪里去，你决定不会迷失自己，迷失自己才堕三恶道。换一句话说，你决定不会起贪嗔痴慢。啊，这个说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道，意思就是说，你决定不会起贪嗔痴慢，绝对不会再起自私自利的这个念头。如果还有自私自利这个念头生起来，你错了啊，你还是凡夫啊，你度众生不可靠啊，啊，怕的是度众生呢，可能自己被众生度跑掉了啊，太多太多了啊，我看的很多啊，所以决定是先求净土啊，再发心呢广度众生啊。那么在今天我们求净土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身还在世间，我们也要效法菩萨啊，认真努力帮助自己，也不忘记帮助别人，这样就好。好，今天时间到了，这一段没讲完，下一次再补充。